all time, time, all time, where real music lives, lives。始终咧，真系鬼佬同你写嘅 melody 咧，真系净系啱英文。因为中文嗰份歌词当然好好啦，但系可能而家有英文嘅对比，就系好似个音啊或者成个音顺要嘅。所以其实我哋往往有时候要处理一啲，譬如有西方影响嘅音乐元素，要放落一只广东歌咧，其实真系好难嘅一件事。尤其是有时候啲人做监制又好啦，做填词又好啦，都会分呢个 melody 系填唔到中文嘅。系啊，咁咁可以点处理咧？拉咗佢或者有系咯。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不能够去夹硬去作同埋避免嘅嘢。咁所以咧，我会觉得呢个系一个evolution 嚟嘅，即系佢系个翻书仔，系咯。咁佢，但系咧，佢作嘅歌都系英文嘅 demo， 系啊，英文 demo。而佢碰住嗰啲音乐人，究竟会写啲咩出嚟咧？咁原来佢真系可以写英文歌。咁所以我喺度谂紧啊，呢只歌做完之后，俾我感觉就系、是，咦？有时候有啲歌不如就 leave it for 英文啦。有时有啲歌不如就两样都做啦。所以咧喺后尾之后咧，我做完生之颂嘅版本啦，咁就同公司喺度傾翻，唔係咧，我覺得嗰個英文版都應該擺埋落去，去俾人睇得到呢件事嘅進化，係咯，係咯，即係嗰個過程，我覺得係緊要嘅。個 product 當然出嚟係俾人聽啦，咁但係我覺得過程等佢自己亦有啲 experience 啊，原來當佢寫首歌嘅時候，最初係咁嘅。一路變咗中文係咁嘅，咁跟住咧個編曲改咗就係咁嘅，咁變咗係佢一個成長嘅一個步伐。始終廣東話係唔係只其實 technically 係個 first language， 都唔係好叻啫。但係都係要去熟練嘅，即係嗰啲位置擺設啊，因為嗰啲音唔係你自己唱唔到，而係又或者唔夠純，係純粹自己要去練慣性將咁多個字夾擺埋一齊唱到係。natural 咯，尤其是呢首歌個歌詞內容其實個寬廣程度係好大嘅，咁而亦都係，但係佢好大得嚟咧，佢講嘅嘢其實係好微細嘅，即係講緊可能我哋要 appreciate 好多好無形嘅嘢啦，譬如我哋之間嘅 friendship 啦，或者今日好天氣可以啦咁啊，你可能有感恩啲嘅，又係啦，有乾淨嘅水飲啊，其實一啲好你未必好哇覺得好轟烈嘅嘢，但其實往往啲嘢咧就好大，咁所以我覺得呢首歌個重要性就嚟自啊，我哋可唔可以透過一啲歌曲？去為阿 Phil 嘅音樂帶嚟多啲嘅厚度咧。A touch up 有好多意思啊，有一個 touch 就可以個 physical 嘅 touch 啊，見到有小朋友手。A touch up 亦都可以意思話係少少，即係少量。A touch up 係少量嘅嘢。另一個 touch 就係唔係 physical， 而係一種即係心嗰種 touch 啊。我成日覺得音樂最緊要係要令人開心，同埋要 touch people's hearts。係而多年嚟，由我細個到依家，不斷有好多好正嘅 artist， 佢哋 touch 咗我的 heart， 令到我愛上音樂，令到我行咗呢一條路，令到我有一個 passion 去做呢件事。咁我覺得係我非常之幸運之餘咧，我嗰個做音樂，我覺得如果可以嘅話 ，if I can touch other people， 令到下一代又或者點樣，令到佢哋想做佢哋做嘅嘢，咁我覺得就成功啦。世界如何地动，也送我那雨水的滋润，如何的精神，多方空会自我怀疑自信，也看到最美好心之中，能游出彩虹，黑暗中天会给我光，有自然运送。